庆祝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暨世界爱心妇女总会的颁奖盛典，表世界爱心妇女会非常感谢所有支持我们活动的嘉宾、妇女们、女神们，谢谢。拜月好。
敬世界爱心妇女总会颁奖盛典的现场。我是主持人董涛。我是葛晨。其实呢，最早的时候呢叫正能量妇女总会，吴阿姨社区服务中心，世界爱心妇女总会，十几年来为这个社区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也是美东社区我们亚裔的最大的一个妇女团体，在他的领导下呢走到今天，非常非常难得。所以呢，我首先一开场，请各位用最热烈的掌声来谢谢我们杨海洋会长，好不好？各位，感谢海洋会长你多年来的辛勤付出与努力，我们的妇女二字将在这个时刻显得更加的博大。哎，接下来呢，还是所有活动开场的保留节目，请全体起立，奏中美两国国歌。女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华裔的女性呢又是我们所有中小企业当中的顶梁柱，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请来宾为我们华裔的女性鼓掌，好不好？哇，我们在这里太优秀了，一下子，葛老师，我们要祝全球的妇女同胞们，三八节快乐！祝全球的男同胞们，三八节欣慰。男人一年只过一个节，就过春节，是吧？哎，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就是本会的世界爱心妇女总会的杨海燕会长了。我可以给出大家几个关键词：慈善捐款，这是妇女界的最大的一个公益机构；社区服务，包括从吴阿姨社区服务中心开始就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在疫情期间，他们没有停歇；包括呢，这个扶危济困。这些关键词你在输入世界爱心妇女总会或者正能量美女总会，可以出来上万条的新闻搜索结果都有事实，我们在这里就是不再赘述了。现在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杨海燕会长上台致辞。有请海燕会长。尊敬的国会议员孟高文女士，尊敬的亚当斯市长，市政府王敏义，先生们、女士们，大家晚上好。这里还有几个李天志，还有费小莲主席、徐朱友弟，欢迎你们。大地回春，万象更新。2023年庆祝联合国妇女大会暨世界爱心妇女会，一年更比一年的庆祝活动。那么我们的这么多的姐妹来参加，非常感谢你们。社区上人们常说，妇女能等半百天。同时在这里我呢补充一句，妇女不但能等半百天，妇女也在社会发展的开拓世界推动者。如今社会各行各业的男人能做的事情，我们妇女也能做。大家可以到处看到我们妇女的魅力，到处可以见到我们妇女所做的不平凡成就。今天我非常高兴，所在的女神们、妇女们，我们会里的姐妹们，我们为自己的这个3月份这个节日感到为自己鼓掌好吗？是吗？我认为只有拥有有爱心，要有关怀，我们才有可能接着时代的挑战去克服困难，
创造出新的发展前程。我深信我们世界爱心妇女总会所有这样的信心和愿景，我们就会产生思想的活力，为社区带来更好的安全繁荣。各位妇女姐妹们，社区离不开你们的辛苦努力和付出。同时我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姐妹们，在付出爱的同时，也要需要懂得欣赏自己，保护自己，这样方可放出更加美好的人生。尤其是在这里我要提出的是，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这样我们就可以笑颜人生，万紫千红，为这个社区和中美之间的和平尽一份力量。最后我祝各位亲爱的妇女姐妹们青春美丽，家庭和睦，幸福美满，万事如意。同时在这里我也祝临习的男士兄弟同胞们和女同胞一样，父敬父爱，夫妻和睦，家庭幸福，好运连连，万事如意。谢谢，谢谢今天晚上的贵宾们啊。校长，校长好，谢谢海燕会长啊，谢谢。来，各位用热烈的掌声来鼓励一下我们的海燕会长，好不好？我说来自我们市长办公室亚裔事务主任，也是市长特别顾问郑其荣上台来介绍我们的市长和他的团队。来，谢谢郑主任。在这里呢，有目共睹，这么多年来为社区做了很多的贡献，所以呢，我们跟杨海燕一起把我们的市长邀请上来。Well, I am Chinese. I'm a woman, and I present our Chinese community woman.And welcome our first mayor. Welcome, mayor, our mayor. I'm Han Jianping, the New York City the mayor.你好，你好。I want to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owing me to join you today. 非常感谢，让邀请我，让我来到跟你们，分享这个活动。I'm happy to be sitting at the table with my good friend Congresswoman.Grace Main and our amazing councilwoman, Sandra Ahn. 他说我很感谢，然后呢，我旁边的跟我的同事，国会议员孟昭文市议员的那个黄敏妮，我们坐在同一个桌子上。And Linda,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so much you're doing for women in general, but those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ty. 然后呢，感谢杨海燕。带领我们的华人社区的妇女在社区贡献。It is so empowering to watch as the Chinese community continue to grow and continue to empower the women who are part of this community. 他说看到我们华人社区妇女的强壮，对社区的贡献。I'm sure both the congresswoman and the councilwoman.Would say how much the mothers and the aunties and the grandmothers have played a role for all of us to reach the levels that we have. 他说看到我们的，你看国会的议员、市议员，所有我们身边的父母、阿姨们都为这个社会一起努力推进。So I'm really happy today to give the president Linda the Global Chinese Women's Culture Association.And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all that you do. 然后感谢世界爱心妇女会的会长，
杨海燕带领所有这班妇女做出的贡献。Thank you so much， 谢谢。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呢，就是我们的国会议员孟昭文来上台致辞，各位掌声欢迎，谢谢。欢迎 Grace。各位理事、各位侨领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世界爱心妇女总会的活动。我其实参加这个活动对我来说我非常感动，因为杨海燕会长那时候跟吴阿姨，我们大家一起，他们是一直在支持我，一直在鼓励我参政。当时候第一次选举的时候，没有我们很多这个民主党的支持，可是杨海燕会长一直在背后支持我、鼓励我，让我觉得非常感动，永远会记住。今年也跟大家借这个机会，再给大家祝妇女节快乐。非常荣幸能够代表我们华人社区在华盛顿，希望以后可以继续的服务我们的社区。今天也带来一个表扬状给杨会长。海洋会长，这么多年来，他就是用一份女性的刚柔并济的伟大情怀。那接下来我们介绍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社区的黄敏仪市议员上台致辞，来，各位热烈掌声欢迎。晚上好，我是纽约市议员黄敏仪，代表我们二十华盛顿选区。我真的今天很高兴可以参加我们世界爱心妇女会，而且要谢谢我们的会长严海岩那么多年给我们的社区的贡献。我知道第一，很多人很关心我们的社区的安全这个问题。我很高兴让大家知道，从去年十二月份，我们的一零九分局有加上37个警察，那应该下一个月可以再增加20个警察。今天也是要谢谢我们每一个位的太太、妈妈、女儿，你们做的工作真的是太重要了，而且可能有时候没有人说谢谢你们，所以今天我来这里谢谢大家。而且我有这个纽约市表扬状，现在送给我们的世界爱心妇女会的委员，谢谢大家。谢谢您，有请海洋会长接受这份议员奖励。我上来啊。我们的副会长佳佳，还有冰冰啊，冰冰过来。好，有请我们的副会长冰冰上台领奖。宋玉化，请上台领奖。请金令上台领奖。侄子过来，妙侄子。请妙侄侄上台领奖。琳达张，琳达，我们的副会长琳达张上来，请林华正上台领奖。妙侄侄在哪里啊？妙侄侄上台领奖。有请我们的前众议员杨爱伦上台致辞，来，各位掌声欢迎。那是80年代我们华人刚刚来到皇后区，然后有很多需要，特别是妇女方面，在语言、在工作、在家暴、在精神方面的需要，所以吴诗珊吴阿姨就带着我还有另外5位妇女同胞担任召集人，成立了皇后区华人妇女会。就是在吴阿姨社区服务中心之后，大家大概记得我是美国东岸选出来的第一位亚裔女性立法议员，这是2006年，也是靠我们妇女同胞的支持才当选的。所以今天非常荣幸，身为金对西众议员的高级顾问，我为杨海燕会长
还有我们所有的妇女同胞带来了纽约州众议会的一个奖状，颁给杨会长。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出一位我们前众议员孟伟瑞先生上台，给我们讲两句，好不好？今天美女会的春宴啊，我在这里呢，祝大家有一个新的开始啊，希望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有更多的妇女能够来参政，能够多多的去为这个社区服务啊！谢谢大家，祝福各位，谢谢。谢谢，谢谢您的美好的红后区民主党不分区党的代表周艳霞女士。这一路呢，跟着我们妇女总会所有的姐妹们，还有杨凯燕会长，这一路来并不男女，到了今天，今天看到我们的市长，Adams specially joined tonight's event。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荣誉，也对我们妇女总会的一个肯定。我们四姐爱心妇女会理事们还有会长啊，杨彩萍上来领奖，孔英上来，陈佳佳，李一文，施伟芳。廖曼罗，还有两位男士，于西龙、潘正强，你们上来领奖。好，有请史慧芬、杨彩萍、孔英、陈佳佳、李义文、廖西龙、潘正强以及廖曼罗上台领奖。好，我们妇女总会的女士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徐珠刘局长姐上台致辞。来，主持人。啊，我很高兴由这个杨海燕会长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前面大家都讲过了，杨会长他为我们这个社区所做的所有的贡献，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亲身永驻。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谢谢徐大姐，谢谢。我们的海燕也把这束美丽的鲜花送给我们的姐姐。下面我们有请来自亚裔之友总联盟的我们的李天骥主席上台致辞。来，致力祝贺四姐爱心妇女总会在这里举办这么隆重的颁奖盛典，我预祝今天晚会圆满成功。我也衷心的祝愿世界妇女总会在杨海燕会长的带领下继续会务，继续奋发图强，会务更创新高，更创辉煌。最后祝在座的各位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来，掌声欢迎我们的政企与主任再次登台，谢谢。有请政企与荣主任。我想呢，把我们纽约市市长办公室能够为我们社区服务的哪几个部门介绍给大家。所以呢，我要欢迎我们的市长办公室、市长市政府的政府部门的几个 agency 几个部门的代表上来。好的，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东方，然后我在Department Social Services 就是福利部工作。我们这个部门呢，主要是为大家提供所有的您的 Medicaid 都安排好时间，定好时间，会提供这些服务到我们的社区里面来。Lydia 介绍一下。非常谢谢维尼的介绍，我是李丽，英文名字叫 Lydia， 我是来自纽约市市长局事务办公室，我的就是 title 是社区活动经理。那如果你们有任何社区活动，都可以邀请我们办公室社区的首席顾问。
那我们纽约市人权局呢是执行纽约市人权法，就是反歧视。那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法律条文是保障我们妇女同胞的，例如说在住房上面，如果你因为带有孩子的家庭而遭受到歧视或是拒绝的话，都可以向我们投诉。那在职场上面，我们也有非常多的保障。各位因为我名叫林婉文，我哋就个咧就叫代表消防纽约市消防局，然后咧就我咧就系喺外聘出嚟。我聽唔到嗰度做嘅，我哋呢個咧就係消防員 Casey Chan， 呢位先生咧就係消防員 Danny Wong， 呢個咧呢位先生咧就係 Inspector Danny Wong， 所以咧就我哋咧就好歡迎大家支持佢哋，我哋咧就亦都支持你哋個個。我们的妇女总会的会长也会颁给我们的 Grace 一份温暖的奖励。张林华，是您是吗？好，恭喜恭喜，再次恭喜呢。还有一位是 Shirley Chen， 我们的佳佳美女，有请妙芝芝再次来接受我们 Grace 给你的嘉奖，一起合影留念。好，那我们的 Grace 一起合影留念。好，这个奖呢是由海洋会长代表世界爱心妇女总会特意的送给我们的 Grace。 颁给我们医师协会的李静医生，来，掌声欢迎。来，我们的北美亚裔服装队的朋友们请登台，谢谢。我今天代表我们北美亚裔共创会祝我们的那个世界爱心妇女总会会务昌盛，祝所有的美女们天天快乐。那这个奖项呢送给本会的安吉拉陈，鼓励她对我们社区所做的贡献。来，再叫李家会长。好，我们下一个奖项来颁发给姚芳女士。好，谢谢大家，谢谢他对我们华人的贡献，还有他的家人们，所以呢，我们帮他的党他们是指令，支持他们继续下去。谢谢大家。那么这位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远道从中国特意赶过来领取这个他非常看重的奖项的姚芳女士，她是我们北京非常成功的女企业家，来领这个奖。我是打金牌呢，是主要做礼品和日用品，还有小家电。我们的市场主要是北美市场、中东市场和欧洲市场。愿我们北美的朋友都能够用上我们的礼品和家用品，谢谢大家。这个奖项呢，一个是送给我们的张小英 CEO 女董事长，Tony， 还有一份呢是送给林永利。来，我们请杨会长上台。真的感谢他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华裔每个活动的鼎力支持与关照，也衷心的祝福君豪大酒楼越办越辉。我们请旅美上海同乡会会长周云上台来颁赠奖牌给我们世界爱心妇女总会。周会长来，在哪里？恭喜林总。啊，这个获储的代表亚裔事务主任范小香刚刚赶到现场。三月桃花雨，请欣赏。有请我们世界爱心妇女总会的佳丽们。
也是电影影视的演员吕坤率领他的团队萧毅、丽娜、宋玉华表演四人联唱的《西部大联唱》，来各位掌声欢迎。表演者黄英俊、Yolanda、Tina、华子和 Diana， 来，各位掌声欢迎。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坤带领一位神秘的女嘉宾。
李春、李婉儿和于真带来的《天籁之爱》，各位掌声欢迎，谢谢。最后一个节目，乐女舞蹈表演，谢谢。所以呢，感谢所有的来宾的支持，在回家路上请注意交通安全。谢谢各位，咱们明年再见。好，我们明年再见，祝福我们的所有女士们越来越美，从里到外的美透了。我们明年再见。
同推门去右方只愿小声门路手中长线莫入天尽处谁人巧月是家的一片桃花门目手边流云与落影相处河水桥下唐风一流情暗生处鸟儿绕日月声声诉三月百草开云上门秀万物宿虫鸣和酒欢笑心事书
要真心相慕，我的路与你同伴，因为你世界更熟悉，因为你世界会变得更靠近。